车，满载一路风景，向着目标前进。浮云蔽日的黑暗，用我们所有力气所有勇气一起驱散。成长的路上，汗水灌溉着土壤，再大的风霜，再高的风浪，吹不散我心中的光。灿烂的远方，照亮着大大的梦想，燃烧的能量，坚定的方向，高举着我的希望，我的故事，我的信仰，勇往直前，享受奋斗的时光。麻烦挚友，阿杰，晚上好呀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宿舍爆水管了，没地方睡，要来借宿一晚。爆水管？你不用管我了，我先用一下浴室，谢啦。等一下。我才刚收拾完。我的书。阿杰，你我回来了，大家都在啊，在讨论什么呢？怎么了？干什么这样盯着我啊？阿杰，发生什么？阿杰，你怎么了？没睡好吗？对啊，你昨晚打呼噜可响了。对不起啦，我请你吃面作为补偿吧。哇，这面的分量太夸张了吧。阿杰可是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啊，快吃吧，一会儿我去帮你把宿舍收拾好。阿杰，其实我还有件事想对你说的。说吧。但是我怕你会生气。你令我生气的事还少吗？不差这一件。其实在今天早上的时候，我不小心把放在闹钟旁边的玩具给弄坏了。什么？阿杰，这破玩具就不要了，我赔你一个新的就好了。破玩具？阿杰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阿杰，等等。阿杰，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啊？这个东西对阿杰你来说一定非常重要的吧？其实快烧我。回到先锋，巨神出击，兽降临，超凡现身，臂甲，猎狐。
上合体。龙虎战机王，你们快给我多吸收些盘古之力，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你们去对付格坦，我来对付朱叶。啊，你一个人可以吗？小心！臂甲，飞弹。圆规甲盾，严凤梅在干什么？他怎么还不来？真是莫名其妙的，不就一个破玩具吗？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？这照片是……有我在，不用害怕。哎呦！你撞到我了！对不起。撞了人就想走？ 我不是道歉了吗？你，现在我就来教训教训你。住手！有我在，不用害怕。给你，之后要保管好哦。谢谢，拿着吧，下次有危险用它呼救，我就可以立刻来救你了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看到你被欺负当然要帮忙啊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韩世杰。我叫司徒风，今天起我们就是好朋友了。好朋友？严凤梅在干什么？朱叶，快给他最后一击啊！臂甲位，再大的风霜，再高的风浪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你这蛮兽，给我走开！有我在，不用害怕。有我在，不用害怕。臂甲，飞弹。夜风卫，臂甲卫，合体吧，灵兽合体。热浪战机王，也许会有一点困难，在某个疲惫不堪的时刻会迷茫，失去方向绝不会感到沮丧，因为有你的陪伴我大猴子孤单，赴君蔽日的黑暗，我们所有力气所有勇气一起驱散，成长的路上还是我们在这土壤，虽然风霜再高的风，好样的，雷也不能送。Yeah!
流色浪圣剑，爆破龙虎剑，哎，明月风暴。巨神战机队，你们给我等着瞧！阿杰，对不起，我居然连这么重要的东西都忘记了。没事了，我已经不生气了。宿舍帮你收拾好了，你看怎么样？啊，没想到你还收拾得挺好的。那是当然了，我可是你最好的挚友司徒风，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好的。等一下，司徒风，刚才蛮兽来了赶时间，没来得及丢垃圾嘛。巨神小知识，你们知不知道高铁脏了是怎样帮它清洗的呢？当高铁工作完，就会驶入一个自动化的洗车库，会喷上特殊的清洗液，然后有很多大刷子帮它清洗一遍，最后会有工作人员检查是否符合卫生标准，这样洗过澡的高铁就变得很干净了。今天就先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